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 YouTube 频道。现在我要带你们一起看看河边的风景。这里是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省昆甸市的 Waterfront City， 也是在卡江河的河边，当地人称 Sungai Gabuas。在这里玩的、卖小吃的，大都是当地人，华人占少数。除了小吃，还有些人提供玩具供孩子们玩。河边也有好几艘客船供我们选择，每个人只需要付15000印尼盾就可以坐半个小时的船。坐着船，吃着饭，看风景，这个感觉好极了。现在我们到了卡江河的桥下，旁边还要再建一个新桥，目前处于施工阶段。现在你们看的是河边的房子，据我所知，这些都是旧房子。这是河边的食堂，也有咖啡厅。卡江河不只是印尼最长的大河，也是全球最长的岛上河流。这里也可以看到昆甸的一个皇宫，名叫 Gadria。 这个皇宫建成于1778年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